要的存在。哎，青姐，你看那时候咱们老同学猴子，能是他吗？你瞅他穿的那逼样，哎妈，好聪明哦！你也别这么说，青姐，都是同学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猴子，认识我了？赵天吧？你看，婷姐，我就说是老同学吧。好巧，你们也。别别别，谁跟你是老同学呀？你瞅你穿的，哎呀妈，这几味儿。这位是？你忘了？许阿婷，咱们老同学，现在有钱了，家拆了。我真想不起来了。我又你想起来呀？我瞅着你穿这个样吧，我承认咱俩是同学。出门你可千万别说大师同学，我就嫌丢人。据我所知，咱们同学混的都挺好的，你咋混这逼样啊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你，把你给忘了，你现在给我混的连口饭吃。这样吧，老同学，我们公司呢还缺个保安，你来我们公司吧，两个家糊口啥的。不用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告诉你句丑语。走啊，这我终于就是赶不上了。哎，穿的破鲁了吗？你谁呀？我猴子。啊，猴子呀？不是我说你，你上学时候就这逼样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咋还这逼样呢？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哎，我这来的匆忙，也没来得及换衣服。不是啊，你来这干啥了？农民工聚会呀？你不知道我们都什么身份吗？老同学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说话咋还那么噎人呢？哎呀，还教育上我了！我一看你就是在工地干活的吧？你这一天也挣不上多少钱吧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式的吧，我帮帮你吧。我家狗前两天刚丢，要不然你上我家看大门去吧。这工作还挺适合你。是不是够笨了，大菠萝？我说这事怎么了？我说这事你就瞧不起我吗？哎呀，可不是我瞧不起你啊！不信一会儿你进屋你看看。谁能瞧得起你？现在咱们这帮同学都嘎嘎有出息，嘎嘎有钱，谁像你似的呀？一个他妈臭农民工！我觉得你穿这身不太适合参加这样的聚会，你还是回家洗洗睡吧。我在你身上是闻到了一股叛徒的味道，一点当年的同学情谊都没有。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先进屋了。你看，别闹了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谁了吗？说上学那个时候。猴子，对，就是他，那混的那狗叔，穿了一身要饭服，好像工地那种农民工。你们看，一会儿他进屋，我怎么埋汰他的？对，一会儿他俩好好治治他。上学那时候还有班长，现在他都搬砖子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俩都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了，你俩这是干啥呀？哎呀，老同学来都挺早啊，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也挺好的，我老公对我也挺好的。同学们来挺早啊，阿哥。谁他妈让你坐这儿的啊？你他妈不知道自己身上一股味儿啊？埋的不抬呀，上床包俩坐去。猴子，来坐我这儿吧，我这正好没人坐。不是你算干啥的呀？你还显得劲儿？你瞅瞅你混这个逼出吧，哪嘎达有你？你看看我们这些同学都什么身份呢？你来看看你什么身份？咋的？吃不起饭了？来要饭来了？我们这是同学聚会，不是你们工地吃那大锅饭。你要没啥事就可以离开这屋了。你在这堆上我们同学聚会的心，你要没啥事就可以离开这屋了。你在这堆上我们同学聚会的心情。啊，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他了，他说他要来参加同学聚会，我都没相信，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，没想到还真挑个逼脸来了。不是，你现在都成这个逼样了，还来参加同学聚会？你头喽？当初你不说要立誓当个老板吗？现在咋的？真去搬砖去了？哼！你，你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职位，把我也安排进去呗？那都是小事儿，但是你要来我公司啊，就给人穿的好点儿，别像某些人似的穿的跟个要饭似的，那我可不能用。同学们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去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们上哪儿找乐子去啊？同学，你少，请你放尊重点。咋的啊？这么多年没见，脾气见长了。行了，江山，你瞅他那个逼出埋汰吧台的，你累他干啥呀？我累他，就
他的逼样，你配吗？配吗？总是对方就不见，同学们都在呢。哎呀妈呀，郭哥你可来了，你快看看呀，咱们有一个要饭的同学来参加同学聚会了。好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呀、啊、他不就一个破鸡巴农民工吗？农民工，你们迟早会后悔。后悔？郭哥你可别说笑了。对了郭哥，我们前几天拖地是不是要拆了？是啊郭哥，我还等这个钱让公司周转呢，就麻烦你了郭哥。没事儿，我们都是同学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谁不好拉着你吧，别瞧不起任何人。真是一条臭鱼腥了我们一锅汤，害得我们还挨说。对，我就是那条臭鱼，如果没有这条臭鱼，你们这锅汤也会腥。我先去洗手间。去不去跟鸡巴谁说呀？走，我们俩去。郭哥你快离他远点吧，你看看他身上一股什么味道呀。刚才我要说你为啥不让我说呀？再一个你说你这么大个董事长你怎么穿这身出来的呢？这不是咱俩合作那个工地要施工了吗，我就视察了一下，没来得及换衣服，没成想吧车上人拉下来。行了，一会儿进屋啊，我就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。别，我就想看看咱们这帮同学都变成什么样。进屋啊，你就配合我就行，我看他们他能耍什么花样。我不管，都随你吧。我就是在想这气你咋受了呢，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。行了，走吧，进屋吧。哎妈，你啥身份呢？让郭总充当保姆给你开门呢？可不咋的，你看看你穿的是啥？咱看我们郭哥穿的啥？你咋没寻思我们郭总啊？阿婷，我希望咱们同学一场，不要把关系弄得这么僵。同学之间是互相帮助的，不是互相攀比的。你可别叭叭了，我看你就是因为那句话了，没钱。可能我在你们眼里是穷，但是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得来。看看你们，有的靠父母，有的靠找个有钱的老公，你们有权利嘲笑我吗？哎呦，我是不给你点脸了，我们怎么样也用不着你对老公鞠躬来评价。婷姐，你别跟他这么一个穷人生气，把自己身体气坏了犯不上。猴子，你说你这真不真可怜呢？大家说你就忍着点呗，背后一会儿谁同你可怜还能赏你口饭吃，省得你一天风吹日晒的还挣不了几个钱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，就是不可不是人的东西一起做事。你说啥？行了江山，他能跟狗一般见识吗？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他一口吗？那不咬一嘴毛吗？狗你不知道吗？狗哥，狗比人强多了，狗是最忠诚的，不像某些人连狗都不如。大叔给我打了。哎，怎么打我、啊、你觉得你们配吗？我有的是钱，整死你就像整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真可笑，你是不是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呀、啊、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。江山快点上啊，到你表现的时候了。都别动，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们还能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不就是一个偷搬砖的吗？他就是永祥集团的董事长。阿婷，你那片房子就是侯总承包给我的，这把你可闯大祸。你说什么？还有你大菠萝，你老公就在他手下当经理，我这把看你怎么收场。我侯总，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哼，咋的呀，闹着玩？你不是要打我吗？来呀，李总出来接我。是啊侯总，你看我真是慧眼不识英雄，你看我家那块地。是啊侯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老公还得您多多提拔呀。董事长，车在外面等您。好，取消阿婷家要拆那片地，还有解雇菠萝的老公。你看别呀侯总，你们记住了，30年割庄，30年割席，莫叫穷人穿破衣，莫要狗眼看人低。我们走。